不能完全排除有小鬼子不知道的其他线路，我们只要找到其他坑道，就能把矿工们都救出来。可凭我们对那儿的了解，又怎么能够找得到？这样，我们大家分头行动。穆翔带着小乔去和严大大哥会合，继续监视情况，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嗯，小赌神，老杨，我们去周边继续查找废弃的坑道，看望一下村民，看看有没有知情的。 其他同志，远离待命。是，走。哎呀，大哥呀，你说咱要是抓不来人的话，这小鬼子不得把咱这山寨给平了呀？我告诉你是你是师爷，我是师爷，你今天要给我想不出法来，我先把你给毙了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快说。破财免灾，啥意思？小鬼子抓人为什么？挖金矿啊。对呀，那挖金矿又是为了啥呀？整金子。对呀，所以说，你的意思是，让我直接把金子给小鬼子顶人数？大哥英明。英明个屁！我告诉你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 老子他妈大半辈子脑袋别裤腰带上，为啥就为这点金子？要我金子，那还不如要我命呢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赶快给我想别的招。这也不行，啊，那也不行，那我是没办法。哎呀，心疼啊，心疼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大哥，大哥。 花了钱命保住了，咱才知道心疼。心才是热乎的，你没有命了，你想疼你都疼不了了。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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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也就这么个法儿了。对了嘛，大哥，拿钱买命不亏。王红叶，红叶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你落在我手里，我非弄死你。 不知道里面的情况，也许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。上次来金矿，小鬼子给矿工们适当的放风时间，让他们出来溜达溜达。可现在倒好，除了吃饭时间，其余出来的全是尸体。我们得相信他们，即便遇到问题了，也一定会解决。放心吧，一定会没事的。 老总，这不是皮紧啊，吃饭的时候没让你歇着啊？老总，带你们这个行行好吗？别脸不要脸啊！老总，不干活，不干活，废物一个，还留着干什么用？对，你要干嘛？别，老总，我帮你看看，我帮你看看，没事。 还行，还行，可以。少跟我扯淡，就这样等着干活啊！算了算了，行行行行行行，你看你看，还行，行了行了，你看没问题。老总，我们帮他着，让他歇会儿，对，缓口气就好了。今天算你们走运啊，但是我警告你，以后少管闲事儿。哎，谢老曹，谢老曹，快点干，谢老总，都给我玩蛋。 谢我，你看，没事吧？谢谢谢谢，都是苦命的人。
老乡，老乡，别害怕，我们是八路军。八路军？哦，八路军呢？那可是我们的百姓的救星啊。看起来倒是慈眉善目的，像是。<笑>老乡，我问你，你是在这附近的村子住吗？对呀，过去就在这附近的矿井边上住。哎，我儿子就在矿里挖金子，后来日本鬼子来了，把矿井霸占了。 他们也要掏金子，啊，还把那些年纪大的人全都杀了呀，只留下那些年轻的还不让出来。我儿子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呀。再后来呢，我们家也被抄了，我就寻思着，指不定哪一天我儿子要是出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我和老伴儿就商量，咱不能走远喽，这不就在这山上住下了。大叔。 您儿子一定不没事的，您二老得好好活着。谢谢谢谢，大叔，您既然在这金矿附近住，能给我们讲讲那儿的情况吗？我去我们村里，好多人都在里边掏金子，后来呢，金子是越来越难挖，矿上的人也越来越少。日本人来的那会儿啊，已经没有多少人了。那去矿上只有那一条正路吗？就那一条路。 没有别的路，怎么，你们要到矿上去啊？鬼子把那条路给封锁了，想进也进不去啊。孩子，你们可千万别去找死啊！那鬼子不是人呐，杀起人来那是不眨眼的。金矿里还有不少矿工兄弟呢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儿子过去啊就曾经抄小路回来过，这矿山下边。 挖的到处都是坑道，和这些旧的，隧道都连在一起了。我儿子啊，就是沿着这坑道隧道回来的。老乡，您说有很多旧隧道是吧？是。那您能带我们去看看吗？哎，不用去，去了也没用。啊，自从鬼子来了之后，我是天天在这儿等啊，天天等。再后来呢，鬼子啊把那些道全都堵死了，而且派了兵在那儿把守。 知道了，大叔，谢谢你啊！孩子，嗯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大叔，哎，政委，我想起来了，上回救许明同志的时候，那个矿口原先是被封上的，可万一要是还有没完全堵死的井道，能打通吗？ 如果没有熟悉矿井路线的人给我们指路，我们怎么能够进去呢？不能放弃，咱们继续找找。走，我呀，好。
件事很难行动啊，有什么办法没？再等等吧，肯定有机会的。要么先干到俩鬼子吧。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，咱们还有时间。我觉得呀，需要制造一点混乱，不然我们没办法动手。不让外边知道咱们没事还不行，咱们得想办法把更详细的信息传递出去。要我说，干脆把矿井全炸了，让小鬼子先炸锅得了。炸炸炸，就知道炸，拿啥炸呀？没炸药咋炸？把你手指头掰下来当炸药啊？下次想明白再说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就你们废话多，不玩干活是吧？老曹，我们就是商量。bug， 商量个屁呀！不好好干活，商量什么？是不是想偷金呢？马上，马上！别别别别别！老总冤枉啊！我就是吃了豹子胆，我也不敢呐。我们就是觉着吧，军事太硬了，我们实在挖不动了。我们想着能不能把它绕过去，那实在绕不过去，是不是能拿炸药把它炸开？炸个屁！行了，不炸了，不炸了，好好干，好好干，使劲挖。不炸了。站好！大掌柜的，大掌柜的，王会长来了。哎，这100个壮丁呢？100个壮丁没有，找不着。要，只有是条小黄鱼儿。哎呀，这贿赂我不管用，太君抓这事儿。那就20条小黄鱼儿，再多没了。30根，我去跟太君说一说。30根？啊！我跟你说吧，我就这25根小黄鱼儿，你爱要不要？不要，我还不愿意给呢。哎呀，你看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就不管了。咱现在去。找太君！哎，王会长，王会长，你爱找谁找谁，你甭跟我来这套。我大哥，大哥，听我的，你听我的。王会长，你看啊，这我们大掌柜的呢，这家里家外，统共也就是这么多，是吧？您看，您就帮帮忙，好吧？你也别太在意他刚才说的那些，好不好？帮忙！我也只能是试着跟太君去说一说，争取呢，通融通融。要是实在不成呢，可别怪我，啊，差这5根呢，算你欠着的，好吧？哎，那王会长我就恕不远送了。您慢着点儿。南门一挺击下，高塔上院子左右两侧10个鬼子，2挺重击下，火力交叉，从外面很难攻进来，从里面也很难冲出去。还有，你们别到处乱看，在我左后方这个房子里，应该是个暗堡。火力范围能覆盖整个院子，我们想要行动不太容易啊。行啊，你姓孙的，有两下子。说的有用的。我说，我现在最关心的是，咱们怎么能弄到炸药？我左前方的房子就是他们的弹药库，他们把所有的火药都放在那里边，有办法进去偷吗？
有什么事吗？没有。怎么回事？没事。只要他们几个安全就行。伊藤少佐，新しい工夫が来てよく働いています。金の採掘量も上がってい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。まだまだ足りません。全力で頑張ります。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你跑什么呀？你跑还挺快的，你放了吧！放了我！哎，队长，前面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队长，给我站住！队长，这是个壮劳力。我瞅瞅，起来，起来，这样。 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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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！张德发，你妈挺大眼珠的，全是白眼人，是不是？逮一老头，逮一老头，你玩我呢？队长，我看了这村里这一上午了，这全是老头，没有壮汉。行了行了，再找去找去，快去呀！走，走。觉不让人睡，饭也不让人吃饱。飞哥。 最近，我们金矿来了一批新矿工，他们很敬业，很懂挖矿，效率很高。我要奖励他们一盆馒头，同时提升他为小子的工头。哎，说你呢，站起来。嗯嗯。 谢谢。好好干，有钱，有气的。はい。吃完饭，让你们这一班休息一个小时，养足了精神，然后加倍的干活。はい。 出呗。 政委，咱都找了这么久，啥也没找着。我觉着根本就没有通知的警告。哎呀，这还没找完呢。
关键你没来，是来救大家的。我们不光要救大家出来，我们还要炸金矿呢。别害怕，别告密，我早就告了，没有必要过来说这些。那你在这阴阳怪气的，想干啥？喂，来个秘密的会议。 所有的矿工兄弟们都不想在这儿等死。只要你们能把我们弄出去，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。这人靠得住吗？ 不好说，我们之前都是认识，但我上次来的时候没见到他呀。我觉得这人刚说的有道理，他要是真想告密，不就直接跟小拐子说了，还绕这弯子干啥？对。所以呢，有什么主意没？我觉得可以赌一把。嗯，休息完毕，起来干活，都起来，开工了，开火，快点！ 是我们的使用炸药，平时看着很严，而且用量也不大，所以我们才要去帮忙啊！找唯一的办法，只有每次炸矿的时候，让接触炸药的兄弟多偷一点。那得偷到啥时候？就算你偷出来了，你藏在哪儿呀？到时候我有地方藏。
你去管，帮我偷就行。 去联系那个张凤凰，让他帮你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。把细节想清楚了，不然就前功尽弃了。满身兄弟，稀客稀客，来请上座。你呀，你这是一百个壮丁抓着了，上哥这儿显摆来了。抓呢？我上哪儿抓去？ 一百个，十个我也抓不着啊！你要今儿晚上给我把人送到矿上，小心小鬼子抄你那家要你的命。哥，你别吓我行不行啊？你那一百个壮丁抓够没有？抓够了，咋够的呀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哥自有哥的法儿。你有办法？咋着，满山兄弟，你是想让哥给你破这道灾？ 你说我来这儿不就是你？那不行吧？那给人破灾折寿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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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你。
哥，我孝敬您点呗。这个是5块钱大洋，我现在就给哥。5条小黄鱼，你说我这屋里屋外我也没这个数啊。我满山兄弟，你要这么说，哥就帮不了你，真帮不了。哥，你得帮帮我呀！你说我这，你得行。满山兄弟，谁让咱俩兄弟一场的？你麻子哥呀，就破回力。2条。哎，这要是少了，我可就真帮不了了啊！行，哥，2条就2条，你快说呀！啊，咋办？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啊，我给王红叶啊送25条小黄鱼，让他呢在鬼子那儿疏通疏通。合着也是小黄鱼？那你这不上我这儿找我来了吗？哥，我能不能先欠着你？满山兄弟，你麻子哥在江湖上什么都能欠，唯独钱不能欠。咱就是这，咱俩真是可以。哎嗨！哪家伙子，拿着空地去。这个联络点不能再用了，我们走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，你可来了！哎呀，正盼着。哎，来，上座。哎呀，那个壮丁都带来了。我一个也没抓着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你，哎，这按规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说说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怎么跟太君去交代呀？行了，我这儿啊也不拐弯抹角啊。王兄，这家里家外啊，就这三根小黄鱼啊，您上太君那儿给我求个情。哎呀，好说好说，裴老弟是个爽快人，我也知道你的情况，不过我也只能试试看，万一太君不同意，你也别怨为兄的啊。这我已经谢谢王兄了啊。哎，等等。喝杯酒再走吧。喝酒就算了啊，王兄，我走了。爹，嗯，你怎么才收了他三根啊？哼哼，这满山跑和刘大麻子可不一样，他说没有，那绝对是没有。再逼他也没意义。明白，爹识人认人，高明。走，到伊藤太君那儿。这去了跟太君怎么说呀？咱三家抓不着当丁，拿出15条小黄鱼来给伊藤太君。爹，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学呀。你爹的活多着呢，慢慢学吧，小兔崽子。太君，我们三家派人去周边的村子，真的是抓不到掌钉了，我们就联手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为太君分忧啊。今さら挑発ができたとしても数日ではとてもじゃないか、錬金には間に合わないだろうが。太君说了，这个东西能顶替那些掌钉。伊藤太君，我们爷俩对大日本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！只要能为皇军排忧解难，万死不辞啊！よろしい。喂，你带几个人把这些矿石运到上面去。再运出炸药下来，我们要向前推进隧道。哎，好的，太君。哎，赶紧扛，赶紧扛。好，你瞧瞧啊。哎，你们两个一起跟着推车去。
带进来说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真不行。皮医生，我岁数大，我扛住啊！快好了。他们出来了。哎，你们几个，跟我去帮张扬。哎，太监。行动方案了，这几个臭小子，好样的！我们现在赶紧回去向政委报告一下。以前在矿里就是专门埋炸药的。去吧。哎，
山河遍地长荆棘。